舞蹈老师 Kimiko 近年来积极经营副业，但却也因为工作过于忙碌，身体多次出现状况。日前，他透露自己的脸部突然感到剧烈疼痛，甚至痛到嘴巴无法正常张开，稍微开合都会疼痛无比，还引发了严重的偏头痛，必须保持特定姿势，疼痛才会稍微减轻一些。他因为工作繁忙，无法安排时间前往急诊室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挂哪科门诊。最后在父亲的建议下就医，结果被医生诊断出患上了颞颚关节炎。Kimiko 透露自己会生病，是因为长期精神紧绷、焦虑，习惯用一边牙齿咀嚼，加上吃饭速度太快等不良习惯导致。另外，他对疼痛的耐受能力也远超于正常人，所以感到疼痛时其实已经严重发炎了，还被医生调侃，这种抗压性高的个性，一旦出现状况都会是大问题啊。Bye.